风景很漂亮哦，看一下。哇，更漂亮！出去，出去，这以前大学拍的照片，这是性感的女仙吗？我这辈子没看过哎。哇，这不太丑啊！你们看，看雨仙这样子。哦。雨谦目前就像是一个很神秘的人，他讲话步调，对，第一次碰到怎么样的环境跟家庭会塑造出这样的人，他会让我们赵月心都安静下来。现在很多网友都觉得好像是故意的，假装。因为他真的私下都是这样。珊珊，今天好热，快热死。上次唱 KTV 也是，我们点 rap 他快不起来了。快死。我真结棍，对，唱干大事也是这样。你的 key 抓住我盖大的，那私下都是这样，对，很有趣啊。今天大家一探究竟啊，就这里了。哎，雨谦，我们来啦。很热啊。站的，你声音太小声，来了，换鼻啊。谢谢，辛苦你大老远。给人一个很苦爱的感觉啊。今天的疲劳全部一消了。对，很融化的感觉。要脱鞋吗？如果可以的话。如果不行呢？就是随着别人穿。好热闹，你好，嗨嗨，他是雨谦的哥哥吗？对，很帅哎。当初你不是说你家都会有零钱吗？是真的有这件事吗？我们都很好奇耶。真的有哎，你这儿，哎，这真的哎。今天这零钱的位置是你妈妈放的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就是我。随缘呐，随缘这样赏来，到处都是。你看天照那边，房间当然还是最多的，因为自己的基地，我努力整理。这边风景很漂亮哦，看一下。哇，更漂亮！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这以前大学拍的照片，是性感的女仙吗？我这辈子没看过哎。天哪，我已经很喊了，好尬呀！哇，这不太丑啊？你们看，看雨仙这样子。哦。四年级过去了，那雨谦有性感的一面，我想都想不到哎，我也想不到。哇，真的很神奇，这粉丝疯掉哎，你的粉丝也没看过你这样吗？你包括我看你的 IG 也没有这样的照片啊，这完全打破我对雨谦的清新可爱。这好震撼，谁在管什么零钱啊？稽查成功。观众最想看的，我笑到哎，我妈表的，不要这样骂自己妈妈，可以说自己妈妈。表框啊，我把它挂着，真是混乱的床。我们再继续看有没有什么更精彩的。子瑜的写真，它很漂亮 ，CP 值好高的写真书。我刚放屁，对不起。有开窗，聚集屁书，自然的自然。如果是雨仙出写真，那他应该会很 crazy。我光看到这个当封面就会想买下来。不是，那你这里是喜欢的，不然你怎么把它放在床这边？我妈说不放房间，就放客厅。我选择放房间。那你对自己那个样子是有自信的吗？先不要好了。真的假的？那以后我觉得我们帮他出个写真集，帮他大突破。我跟你讲，孙总大气，一次300本直接给你包。对，你还缺多少本？跟孙生哥哥说一下，以后穿这样跟哥哥讲哦。好。记得看一下吗？这个是毕业纪念册吗？这大家已经好奇耶，长得像你哦，差太多了吧你？怎么会差那么多？这个才是我这个啦，好可爱，然后这个彩虹的，那你是班上的班花吗？我不是，不是。班花是谁？这个吗？大家为什么要笑？怎么你敢笑别人吗？我觉得他是班花，是这是我的初恋男友。哇，初恋情人呢？天哪！啊，那一段感情是甜美的吗？后来上大学后就分开了。那你会特别的思念他吗？倒还好。初恋的感觉还记得吗？我还有我的作品集，他很多证照。你是一个很用功读书的人呢，这么多证照？没有，也没有啊，专业啊，没有。哦，你看画得很赞哎。我老实讲，动物是最难画，我们看动物的眼睛就知道那个人会不会画。肯定是最难抓的，真的。因为你最自豪的作品，这个画最久，长颈鹿哎，还有猪长颈，这个很厉害，猪鹿，猪鹿蝶，那鹿丸那个。对，说说，没看过那么大，太大了吧，雨仙啊，干武术呀，用本吃到这么大的吗？这样子很有饱足感哎，怎么这么大这么长啊？我们要吃吗？这应该不能拿来吃的，应该还有别的用途。这捶背啊，这样子，别按摩啊，这样对吗？对。哥哥吗？哦，嗨哥哥，嗨嗨，在存钱，就是真的耶。这边已经找完了。张雨仙不是说哥哥会一直这样捡钱钱吗？哥哥会捡到钱钱吗？对啊。都是他在投资我的，中，哇塞，还有两什么啦，哇塞，照怎么开？你们那习俗很特别，50，很满哎，哎，很多钱哎，都是50哎，哥哥来啊，想跟哥哥聊天，太臭逼了啊，我怎么有这个习俗啊，在家里捡钱的习惯，就是一个自然而然所发展成为现在的样子，我们请哥哥回答好了，很赞啊。一开始是妈妈先放，长辈都会讲铜板铜板啊，就是可能随便放，我就随便捡。后来可能也可能怕我没钱吧，就是。我懂了，是照顾哥哥的概念，只是他们可能比较害羞，不会去言语表达，就直接撒暴力啊 ，take it 这样子。Q 该 ，Q 该。有时候也是没有的，哎，有时候突然变很多，每个都跟惊喜包一样，开启妹妹房间就。
今天没有。一打开，今天很多。他妹妹心情是吗？其实我没有想过要给哥哥。是哥哥自己拿的。哦，没有赞助就对了。反正也拿了，也拿一阵子。好多哎，发财了，今天快点啊！发财了。发财。坐下，今天雨谦姐，给雨谦姐三口饭吃，我们还饿着了。哥哥以前跟妹妹小时候有什么趣事啊？你们以前互动是怎么样？以前因为妈妈都是帮我跟哥哥一块洗澡的，我们就会一直在那边求那个泡泡。哦，玩泡泡，玩泡泡。对，好可爱哦，泡泡你看。哪个是哥哥，哪个是妹妹？这个是我，这个是哥哥，好像小时候长一模一样哎。我们就帮泡泡取名为白居易。白居易，对，那时候被糖吃吧，有液体，有泡泡，就叫白居易。然后就这样，就是哥哥当负责制作泡泡，他负责卖泡泡。对，然后我在一天当客人，哦，说一份白居易，哥哥就把水往外泼。卖泡泡给妈妈。他是员工也是客人哦，很生气。打算不接了。来来来，听这段故事。我也很错乱，帮忙一下。什么叫是员工也是客人啊？卖给谁？妈妈去哪里？妈妈没有帮忙洗澡啊？白居易怎么来了？我觉得这个很有意境。最后呢？当妈妈在回来的时候，水就没了，因为都被我们往外泼了。妈妈有骂你们？会骂，因为全部洗澡澡全是还是泡泡，因为我们把浴缸全部取的都是泡泡，所以要重洗。哦，这关于一段白居易与泡泡与买卖的故事，我得出结论了。我刚脑海中在想着雨仙学生泡泡什么感觉，我想到卡利法 CP 九那个。哦，下次你可以 cosplay 成卡利法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嫩家。嗯，下次你就 cosplay 成白居易。好。比较酷一点，然后你要一边吹泡泡一边吟诗。没有，不是吹的，是打出来。打泡泡，打泡泡，打一下。这很棒，因为就是生两个才可以这样玩。如果你独生子，没办法跟别人玩啊。人家说生孩子生两个最棒。嗯，两个小朋友胡闹胡玩啊，多棒！再给我排前，再给我不主持，试看看。我在看，喉咙很痛。我一个孩子不嫌少，两个孩子下下。哎，帮点忙啊，大哥啊。对，所以雨仙从小他讲话就是这么慢嘛，他就其实比较内向，怕生。慢熟，慢熟，熟了就活泼起来。我们现在熟了吗？已经熟了，透了。未来还有更多要熟的呢，对不对啊？旗下女艺人，完美。你们看，我们家好多的植物。妈妈，干嘛？你有哪一个觉得可以特别介绍的？现在就是香水梅的季节跟钱币石斛的季节。黄色是雨倩最喜欢的颜色，好漂亮的，我喜欢。今天机场差不多了，你在改任务了。那我等一下去拿你画那幅画。所以拿画，你拿画，很好很好。来分你，分你一点。还有就叫空气凤梨，可惜不能吃。我也不喜欢吃凤梨，因为会割舌头。孙生，怎样？你怎么不见了？我在这边啊，我在客厅一直都在啊。我还在想白居易那段啊，因为财不露白啊，都整理好啊，客厅才不会乱。植物我了解啊，根茎叶啊。没说到这个呀。有啊，你说什么眼睛要顾眼睛啊？好吗？我都了解了啊。要拿去哪？今天稽查就差不多了。哦，错过。好了，我看到幸福的重量。那结束了。今天稽查差不多哦，告一个段落啊。今天，今天很赞哦。充分了解到雨谦是多么可爱的一个状态。那雨谦，你做结尾哦。不用一起吗？不用不用，我相信你，包在你身上。交给你了。我们要训练那个刚进来的要做结尾。没问题。那谁来稽查？下次见。哇，这好重，怎么开门呢？改天再拿。这太重了，我想放弃哦。拜拜。OK， 雨谦，没问题，没关系，不用不用。哈哈。行。哇！哈哈哈哈哈！我操！干嘛你啊？这干嘛？我就是说，我没有当小偷的命啊！他这个放那么多歹徒偷不走，你知道吗？被我抓到了。哥哥，快来捡啊！冒西啊，哥哥！哇，放高了，哥哥！关系交给我，我老手。捡钱高手来了。雷哥，你在？干嘛？你在看呢、啊？看什么？我在看。他那脚被砸就无敌了、啊。拍摄者不救啊！看到吗？对啊，你也不是拍摄。脚砸无敌者，抓钢啊，干都干不走啊，太重了。